对啊 ，IP 在泰国，书怎么会在上海？应该不是同一本，天下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。现在的年轻人讲话都是这么没有逻辑吗？梁博，这本书可以卖给我吗？嗯，这个玻璃柜里的东西都不卖。为什么？因为必须要经过主人的同意。啊，那你把他主人的联系方式给我，我去说服他，我肯定可以说服他。这个，就算你要到了联系方式，这书他也不会卖给你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算着你该来了。梁博，带了你最爱吃的，还热乎的。哦，谢谢。啊，这书是你的？看来你们是认识啊。那行，你们聊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那个你好歹戴个手套嘛，对吧？大有手摸来摸去的。干什么啊？能不能把这书卖掉？不能。为什么呀？既然你不想卖掉这本书，为什么要放在二手店里？与你无关。好好好，与我无关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付不起钱？你完全不必有这方面的担心。这本书呢，在爱收藏的人眼里，它是无价之宝，但是在我眼里，它只值后面的标价。那你卖给我。不卖。宋少，求求你。宋少，求求你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就讨厌你这种爱纠缠的人。